医官，灵犀为何至今未醒啊？我师妹，她是为了救神尊，所以法力耗尽，寒气入体才昏迷的。不过暂时还是不要移动她，让她自然醒来即可。 这是昏迷，当然。医官，如何了？我上次说过，神尊在长生海受了数万年的寒气。 一时半会儿难以清除，须得时常去上清净天泉沐浴，并在殿中以无尽木长燃明火，兴许能驱散几分寒气。奈何神尊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不但不听医嘱，还妄动仙法。今日若不是我师妹在，神尊怕是要继续回长生海长眠了。 多谢医官叮嘱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多加小心的。请问医官，这无尽木为何物啊？在何处可以取得？无尽木乃是昆仑神木，昼夜长燃，暴风不息，蒙雨不灭。本来是生在昆仑以南的炎火山上，奈何五万年前，云峰上神，丝丝海水逝，却饮酒大醉，水淹昆仑。从昆仑炎火到极北大月。 千里之地竟成泽国，那无尽木沉在水底数万年，也不知还有没有当年的功效。那别处可还有这无尽木啊？听说若水以西的赤焰洞里也有一些，但那里是避方的洞府，盘踞着数以千计的火压。以神尊现在的身体，怕是……我去。我现在就去。 我不在的时候，我师兄的身体还请医官多多费心。我是天宫医官，这本就是我的责任所在。师兄，我去去就回。敢问，这无尽木需要多少啊？自是多多益善。好。神尊，那小仙也先告退了。师妹就拜托你了。 神尊发了寒疾，是我救了他。我怎么睡着了？
还睡在神尊的床上。我怎么腰酸背疼啊？莫非神尊趁我睡着打了我？熄了吗？没有，快找找啊！哎呀，糟了，灵犀，人呢？站着站着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快，受没受伤？没什么呀，怎么了？昨晚殿中进了贼人。贼人？这九重天上还有贼人呢？定是那魔族余孽，知道神尊苏醒了，又起了邪念。我还真是小瞧他们了。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摸进我福音殿。那个十三，你怎么确定是魔族余孽进来了呢？那妖人许是畏惧神尊之威，所以想先偷袭我。我哪是那么好偷袭的，我以前那可是神尊麾下左官出身，我的法器察觉到敌意，已将那妖人驱走了。你们放心，以后只要有我十三在，有神尊在，任他妖人千变万化，都不可能逃。哎，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我昨晚睡这儿了。你怎么能睡在神尊房间里？因为神尊身有寒疾的事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我怎么知道？你们都不许说出去，听见没？是啊。收了一个仙娥进房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和别人说，那仙娥名叫灵犀，就是那个灵犀啊，就是那个夸父山桃林里的小丹娘，被战神带回福音殿的那位，肯定是以前就认识的，不然怎么那么巧，战神一醒来，他就正好上了九重天。为什么要送我礼物？不知道，喜欢你呗。可我又不认识他们。那个是子姑送的。子姑是谁啊？侧神啊。还有侧神呢？当然了。灵犀。前两次人多都是匆匆一眼没仔细看。还挺好看。这位神君，你找灵犀有何事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来看看你。我这呢有个定风珠，没什么大神通，但胜在好看，送你了。这是九转金丹，是药王最新炼制的，有强身健体、洗精乏髓的功效，对寻常伤势也有奇效。这无功不受禄的，小仙不能要。你就收着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还有，神尊不喜欢话多的人。啊？神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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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袁童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他先去袁家祖庙祭拜，应该很快就会过来。我去看看。是。